棒哦，你取到了动手术耶，请你选一张手术卡。嗯，摘除左边玩家的贝奇小斧头。什么？啊呜！可是我没有贝奇啊，我是一只章鱼。不要吵，一点都不会痛。好了，坏蛋蛋，回去坐牢了。你们根本在乱玩夜通。好像有人因为不能动生气咯。你也一样啦。够了，我受够了。章鱼哥，为什么章鱼哥？章鱼哥，等等，他怎么求月的？章鱼哥骗我们叫他名字。章鱼哥，你还蛮聪明的嘛。你在我后面指。五一二三四五。我要去开车。我要去开车。好吧，零食。章鱼哥坐牢，我明明知道零食。去跟法官说了。有谁可以跟我说我们应该做什么吗？有什么重点？这个游戏根本是随便乱玩，走到哪就玩到哪。我不知道要怎样才算赢，还要派大星，看起来就是一边玩一边乱定规则。不要让海星饿到时间。不要让海星饿到时间。